好像记得上次被龙虾给咬了。杰克说不要。流口水了，牛牛。我吃牛口水了，被他骗去了，好玩的。我现在发现大王有三个那个，而且瓶子也有点大的，然后这个，哎，自己也有点大的。这个被夹了。为什么我们不吃大王啊？大王有那个蛋啊，妞妞又被夹了。哦、他们开始不害怕这只小龙虾了，他们觉得夹的还好，不是太疼。哇，口水哗啦哗啦的，很想吃它哎，拼命流口水。你看，保护妞妞。你们自己两个先打起来了，干嘛呢？